就那个，哎，他身上披了一个铜板，你好跳吗？你是不是对我意见很大？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水平啊？你怎么可以以貌取人呢？我一看你，我血都热了。你听我的，我是爱你的，不是爱你的。本周日晚9:10，目标 vivo 智能手机《非诚勿扰》，敬请关注。